所谓的户型方正啊，就是说房子的格局规整，布局紧凑，且整体的轮廓呀呈方形结构。一般来说呢，户型方正的房子其进深和开间都很通透，而且没有太多的边边角角七拐八弯，行动很自由，这样的空间利用率啊还更胜一筹，在摆放家具的时候不用瞻前顾后。放弃的理由有 N 多个，但努力选择的理由只有一个。我们是 Kelly and Tian， 这里啊是190号地 Rockfield Road， 它不是你唯一的选择，却一定是你选择的唯一。